阿伯今年就65，挨个家乡住喺在太浦，小时跟挨个亲阿姑，就坐船过海出来到新加坡。有一年啊，挨个亲阿姑，佢话挨唔要问，又唔要问，就喊挨转去唐山种番薯。躺到挨一时就再嘟嘟，挨就跳跳就叫起个吉隆坡，太淡双鹤报名就去读书，凤毛书就读到 primary 读，马来书佢就喊佢做无辜，三年就读四个两本书，你话喊挨两边就有本事，替做孤立。又讲辛苦，担瓜卖菜又唔拉鼓，马达又嫌矮做街路，几话草牌恶工一时出毛条路，今夜时来应转就天师傅，就暗暗就遇到一只太师傅，就传授本矮嘅热门嘅好功夫，超黑客。家出名的娘跳夫就是娘跳夫，客家阿伯阿买呀娘跳夫，爱家是娘跳夫出名七九夫，早怕是一天夫七多你包飞跳啊同水佛路是爱娘跳夫不要我里度，该跳啊该妹啊真爱好功夫，爱做娘跳夫啊30年的功夫，娘苦瓜娘辣椒不愿有最好是跳夫吧，哎哟是爱跳夫人人都赞客家阿伯真系好功夫，是爱娘跳夫，人人都赞客家阿伯真系好功夫。阿妈呀，阿嫂啊，是爱嘅娘跳。